9月1号，王源工作室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王源自己的表情包图片，并分享趣事一则。文中写道：今天机场出关，工作人员指了指戴渔夫帽的老板，你走那个通道吧。老板通关后默默地说，我刚才走的居然是儿童通道，没事，再过2个月就走不了了，并调皮写道，替老板白眼一记。网友们得知此事纷纷围观留言，王源小哥哥别急着长大呀，源哥你这个大儿童怎么回事。据悉再过2个月王源小哥哥就满18岁了，相信再也不用被机场儿童通道所困扰了。猛了新闻，期待王源小哥哥的成人礼。好的。